恭喜曬 Anl Interiors Limited 獲得呢個香港最有價值企業獎。咁我哋今日可以訪問到佢嘅 Director Miss Annie Chan。咁我想問下你獲獎有咩感受呢？好開心啊！因為我其實呢一個獎項咧，對於我哋公司嚟講係一個非常好嘅肯定嚟嘅。咁我哋過去幾年都非常努力啦，同埋一班同事由本身好細間公司，而家都非常多嘅同事噶啦。咁那個都上曬軌道，同埋都有一個好穩定嘅根基喺度。咁呢一個獎係對於我哋公司係一個好大嘅肯定嚟嘅。咁證明咗我哋過去嘅努力咧係冇白費到嘅。嗯。係，咁我仲想問一下啦，咁你哋嚟緊公司會有咩發展方向，同埋有咩策略，同埋你覺得其實設計行業係有咩大方向呢？其實咧設計呢一個行業咧，我覺得大方向就係其實要盡量去減低成本，因為近幾年咧，我哋設計呢一行或者工程呢一行啦，即係我哋都不能分開㗎，設計加工程。咁近幾年嘅成本，如果大家都知道，其實嗰啲師傅嘅人工好貴，咁成本越嚟越高漲。咁我哋設計呢一行可以做到啲乜嘢咧？就係點樣喺保持個質素之餘，而去減低個成本，我覺得呢一個係將來呢幾年個設計個大方向嚟嘅。咁點樣去做到呢樣嘢咧？咁就係即係我哋嚟緊都會有一系列嘅，即係有啲 plan 啊、計劃啊，去睇下可以點樣樣幫到我哋嘅客户去慳到佢哋嘅成本啦，但係亦都可以同時間保持所有嘅設計嘅質素啊、工程嘅質素啊、手工上面咁樣。咁我相信咧 ，Anl Interiors Limited 嘅客户聽到呢個消息都非常之開心啦。咁最尾咧，我想問一下，你哋有冇咩説話係想同你哋嘅客户或者商業夥伴講咧？說話當然是我們拿到這個獎是對我們公司一個很大的肯定啦，證明了我們公司是真的非常有實力的。因為這個獎是全港這麼多間公司，我們同類型公司之中是即脫穎而出啦，證明了我們很有實力啦，對於我們的客戶呢一定是一個很大的信心來的，即證明我們公司是即很有一個質素，還有也都對於我們很多的合作夥伴告訴他們，我們是一間有質素的公司，放心跟我們合作了。